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树梅叶，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谢谢各位给我们热烈的掌声。刚才是两个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我的两个小弟弟叫做关九海还有张小白。怎么了？这不是说话谁呀？这是两个小弟弟吗？你跟我们不一样什么意思？我们都是独生子，我们也不是俩弟弟，我们也不是三胞胎啊，两个师弟。哦，师弟不是亲弟，两个师弟。我以为跟你一块来的。你也是我大哥哥。那你要这么叫的亲戚，叫这么亲戚，那你也是我的小弟弟。这没错啊，爱护吗？没错啊，对，大哥哥，小弟弟，这是。乐成这样了，关系好。对啊，关系好，老在一块儿待着，心里一样，从来不分开，分开疼。说了一段叫做亲如手足，分个难受。我们哥俩关系好啊，关九海还有张小白，哎，结巴，非常优秀的相声作品啊，作品优秀，哎，非常优秀的相声作品啊，以刻画小人物而闻名啊。下去休息休息，最后一场换我们哥俩给各位表演。哎啊，上台一看，那个今天晚上男性观众比较多一些啊，头一桌就俩大哥啊，是谁说的？仨大哥啊，这仨大哥是单独来的吗？感觉大哥跟谁来的？问你吗？弟弟。别淘气啊！我说你跟你们桌姑娘聊天，我跟人家聊天呢啊！都来聊天了。大哥跟谁来的？大哥怎么是不是前面演员给你演不高兴了？大哥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哥你这样我挺尴尬啊！大哥，再来一回，冷静点啊！大哥跟谁来的？小弟弟，真跟小弟弟一块来的。来的，您看看你小弟弟吗？啊，也是这俩是吧？他们认识啊，这秃顶那个不是那个，玩手机的大哥，您跟谁来的呀？怎么是怎么大哥，你们是都不爱搭理我吗？前面这一场也没有这么问的呀。我觉得我张总南山的我还行，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我在某些方面我还挺火的，我没有，我今儿。快火化了是吧？没想到我问俩大哥，俩大哥都不爱理我呀。大哥您跟谁？都别点、啊、您跟谁来的？大哥这么恨我吗？大哥自己听，只说了一个人来的，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啊、你俩乐意在一块拉拉手吗？拉拉手，俩大都是单独来的哈。我挺稀奇古怪的，觉得怎么没带个女伴什么的一起来吗？又偷摸跑一个，看看、啊，走，哎，走，都看见了，走，哎，走，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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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年纪轻轻，上厕所跟您是没有关系啊，男同胞们，后边这是几个大哥？后边这桌，一二三四五个大哥，四个大哥一起来的。我感觉今天男性观众是不是怎么都听着不高兴了？啊，我多就多了，跟原来那大哥不一样。哦，今儿的大哥们都显得比较拘谨一些，是啊，显得比较腼腆一些，显得比较内秀一些。原来的大哥都不是，都比较豪爽的啊。原来是我不逗他们，他们逗我啊。跟我聊天来，宝贝儿。这么豪放啊？啊，在张园吗？张园啊，怎么了？哎，老跟大哥走。今儿的大哥都挺腼腆的哈、啊，真是，乐意跟我聊天吗，大哥？不乐意啊。就不。
花这么多钱买头一排图什么？你说啊，你都是为互动来的啊？这个互动了，这是听节目来的。后边那俩大哥是一起来的吗？俩大哥来的，是不是？俩大哥，俩哦。暴露点秘密，真是啊！四个大哥还挺幸福啊。有带着自己女朋友来的吗？有。啊，你们仨带着一个女朋友来的是吗？我问的是带着自己，然后带着自己女朋友是不是？我看不太清，那举个手，我看一看。哦，二楼那个，二楼是不是？带着一楼那柱子呢？一楼哪柱子？那柱子？第三个柱子。第三个柱子啊！大哥带着自己女朋友来的，真幸福，真幸福。你看美女长得也挺漂亮的，你看大哥长得，啊。怎么你气不过呀？没有，我有什么气不过的？我男朋友比他还好看。祝福二位，不要记得人家了。祝福二位啊！哎、是第一次来德云社吗？不是。哦。你横什么呀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德云社腼腆，不跟你聊天了。德云社就不是啊。真是啊，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性格的。哦。但是我觉得说听相声，尤其是小剧场就得这样。咱不跟他们像罗哥他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似的，那个台下观众都坐满了，那个台上的导演都指挥你鼓掌。对，这都是自愿。那掌声，你们听那个电视播掌声，那都是音效，假的呀，都是音效。现场观众他们咋真是特别尴尬，现场知道吗？你琢磨，你打完，你比方说他们录欢乐喜，我亲自参与过录他们那个录欢乐喜剧人，他晚上拍巴掌去了，我没拍巴掌去，我化为我不助演嘛，对不对？助演，我没看见你呀。我画外音嘛，第二排，你第二排画外音嘛，对不对？哎，十二点，他们录节目都晚，十二点，罗志哥上台，四点就让观众进场，下午四点就进场，哇，观众累的都熬的都不行了，哪有功夫笑去？八个小时，真的，我跟你说，真的这样。四点的时候在那个大兴那个影视基地排着大太阳天晒着，好家伙，那姑娘还都是姑娘们，德云仙女们去捧场去。真的，这是德云仙女们捧场去，这确实挺辛苦各位的。排队从两点排队排到四点台上进场，坐等到十二点罗哥才上台，姑娘们一个累的都垮的不行了呀，在那椅子上。旁边那捡白桶的，快，小白出来了。睡着了。到真录的时候，关那个导演得下去挨个捅去，想想，挨个捅，挨个拿棍捅，想想，别闹，准备，张老师开始了，张老师上去，大家好，我叫张老师，鼓掌，哗，这个开始，其实鼓掌还是尿的，哇，哪儿那么壮观的场景，那么多姑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场景就比较尴尬。回到小剧场就不是，小剧场的那个地方小，观众朋友们也热情啊，比较没有电视上限制那么多，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可能距离拉近的更近一些，大伙儿呢有些交流与互动啊，显得更热情。我就挺喜欢这大哥这个性格的哈，跟我说话倍儿横的感觉啊。我比较受虐，所以来说，这是爱好。祝福大哥，是二位已经结婚了吗？还是情侣呢？结婚了是不是？对，啊，看九零来的呀。我说了，这有点尬，我们都是九零后。我铺了三分钟啊，他不看我来的啊。那你不知道今儿这儿没有九零吗？不知道。那你也不是什么好粉丝，你也是个假粉儿，对不对？认识我是谁吗？啊，张渣男啊！我认识你。这是大哥，这您女朋友不是爱听德云社，等于您爱听德云社是不是？是，真的是。啊，你认识我叫张渣男呀？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点首歌送给二位吧。什么呀？点首庄心妍演唱的《走着走着就散了》。我觉得一会儿你走着走着就没了。我比那个黑货不好惹啊，知道吗？啊。黑货，李逵。哦，你以为张飞的？叫名字啊，张九南、高九成，从小一起学相声，一起说相声。对，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脱鞋上炕。对，您拿我们来说啊，我们功课就是睡觉。说学逗唱，对，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唱是辅助。相声演员需要观察生活，对，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不错，咱不说。
咱不说相声这个职业，嗯，你干很多其他职业也需要观察生活。对对，观察生活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嗯，我是从中大受裨益。对，什么大受裨益？什么意思？裨益，有观众指责我鄙夷，对不对？确实大受鄙夷，对吧？你解释一下。就是说错字了。嗯，收获很多呀。说很多，因为我观察生活观察的啊，观察到什么了？通过不断观察生活，不断学习啊，不断丰富自己啊，嗯，我马上就脱离德云社了。你要退出，你就趁早。不是退出，不是。跟观察生活有什么关系？不是你别，不是我，不是说我，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了啊。我是说我会有更好的发展，但并不是说跟咱们这儿断绝往来。对不对？我有更好的发展，还是不干这个了？因为我更好，你还有什么发展呀？就我更好，我研究植物去了，卖菜去了。卖菜能挣多少钱啊？吆喝那个，卖菜要挣钱，我早挣钱了。香菜，就会这俩字儿。卖菜要能挣钱，月哥早发了。卖贵人来得好着，对不对？那你不研究植物，这你什么时候上水？什么时候你搁一宿得上多少水？要不蔫了。植物不光是卖菜，种花不是，也不是种花，不是种花，种花干什么呀？种向日葵，打僵尸吗？那你这怎么没明白？植物啊，植物，明白了吗？桑柳榆槐。啊，桑柳榆。研究这些了。你今儿下午你演完干嘛去了？我演完就在后台了。那你就跟他们打麻将去了。你不是打麻将，我带着这樊小棠，张不帅，张不帅，张宇航，长虫，就这几个演员。叫什么？龙是不是长虫变的？长虫修行化，长虫修行五千年化蛟，蛟五千年化龙吗？研究动物呢。研究吗？你到底你干嘛修炼去了？下午带他们哥几个啊！你现在北京街不是北京植物园，你就去到植物园就研究什么境界？我金丹境界，就是胆结石，明白了吗？胆结石，你多的把它修炼成原型就好了。你媳妇儿的原型，哎，带他们哥几个去，带他们去哥几个植物园研究植物去。植物园的植物你都叫上名，要不写那小标签你叫上来吗？那我可叫不上来。完了，完了，就认得眼前。带哥儿几个去植物园研究去，站好了，来哥仨，哥四站好了，来，张宇航、长虹、白小棠、张面站好了，指这个这植物，看这个，这有什么知道吗？这叫香菜，香菜。旁边那个这叫柿子椒，那个黄瓜，这仨加一块叫什么呀？叫老虎菜，知道吗？来，茄子、柿子椒、土豆，加一块叫什么？那叫植物园啊！这都是植物学家呀、啊！这植物学家来了，这都是。我再问问你们，血豆腐、豆芽菜，这是生菜，加一块叫什么？毛血旺。没有植物毒。毒那不是植物，知道吗？那我得跟动物学家一块连一块。这些桑柳榆槐，等会儿，你这研究竹子了是怎么着？竹子还研究那菜呀？厨子们有李和彪，那研究什么厨子？对不对？那你研究植物，那就这个东西啊？真正的植物，普通的榆树啊、桑树啊、柳树，这不叫研究啊，对不对？研究这个树，新奇。这个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佩服吗？这有什么可研究的？我跟你说。给我气的，给唐唐气也太大了，张九南气成这样了啊！黄豆吃多了，我这放屁呢，我不要放。树都由什么组成？树，别气我了。树根、树叶、树皮、树根。对啊，我这个光有树干、树枝也没，就光有树干、主树干、突树干的主树干，树枝就没有树枝，光有树干。没有树枝树叶都没有。冬天不是冬天，不是旁边的树都绿油油的，唯独它单独的一树干。啊，你这玩意儿新鲜，这是树啊，这是树。哎呦，这没见过。在哪儿啊？不是说在咱们中国，新加坡。
国外，新加坡的首都新加坡，在那儿啊，咱们发现一个，是啊，就是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啊，市政府旁边发现这么一棵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当时人家就，当时这个新加坡这个科学植物学家们都在一块研究，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咱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咱得研究这个呀？啊，没有一个人知道，研究不出来。嘿，当时一个植物学家的助理跟这植物学家说了，说这个啊，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解释出来这棵树干为什么光有树干没有树叶。谁呀？这个人在北京的丰台。北京丰台，他是在德云社，他叫张九南。看表面，他是一个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二溜子。其实他是爱因斯坦和牛顿的转世结合体。你还是修炼去了？就是夺舍，夺舍。哎，他融合了两个人的智慧，融合了两个人的智慧，明白了吗？牛顿的棺材板都摁不住了，明白了吗？他知道这棵树为什么光有树干没有树叶。植物学家得问呀，咱怎么联系张九南呀？啊，咱不知道，咱没有他手机号，咱也没有他邮件，对吧？怎么的？你呀，给他微博发私信，都知道他爱看私信，你知道吗？后来说，就听说他私信每天好几千呢，咱不能吸引他注意力，你给他发点那个露骨的照片。后来给我发了好几十张骷髅，终于联系到我了。连到我说您好，我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植物学家啊，我叫什么什么，现在新加坡有这么一棵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全我们全加坡的这个全加坡的这个植物学家都研究不透，说您能不能来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我不爱去，但我演出啊，对不对？哦，我这还得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笑声呢。也是，他们拿这玩意儿，让您去也不给点钱，你这耽误演出，这一场您好几十呢。后来为什么我又去了呀？人给钱了，你答应他们了。后来给钱了，我可不去吗？给你多少钱？100万人民币。你告诉他这一事儿，他给你100万。你这在科学，这是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从这树干当中，你提取什么 DNA 啊？对不对？研究的科学数据，叶绿素啊，叶绿素啊。对不对？这个你融合起来，可能对人体咱们治疗这各种疾病，明白了吗？100万人民币，这事儿我说当时我就自己去，可是不行，我啊一个人我跟人讲不了。这个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必须得俩人。我跟我的助手，我们哥俩一块儿给人讲完了，然后呢把这钱拿回来。但是还有助手，那去了没有？出事了呀！出什么事了？助手死了。助手死了，现在没人陪我去了。那你又找着人没有？没助手了，没找着人呢，没找着助手啊。前面后面这么些人，你没找着呀？哪有人？后台不没人了吗？我到后台哪有人啊？我也是搭着我来的晚点儿。没人呀、啊？啊，那哥四个还在植物园溜达呢。那还卖着换票了？没有，他们说找那个千年妖怪什么的，对对。完了，没助手了。这会儿我这钱怎么挣？哎、我一直我挺揪心的。我问问有没有哪个小仙女啊，乐意说跟我走？你先等会儿。怎么了？就你叫你助手去，你白让人去呀、啊？人不耽误我白让你去，你去吗？白让谁去谁也不去呀、啊！100万美金刀切账，一人50，不是人民币吗？啊，这是人民币，100万人民币，完了说漏了，对不对？100万人民币，100万人民币，一人50，刀切账，一人哎呀，一人50，这不比你商演挣得多？累得跟孙子似的，天天这儿跑那儿跑的，跑到赣州主办方还不哎、啊、不说了，不是那个，就是要你看看，实在没人了，我替你，你替我干什么呀？我替你助手，你替我助手死去、啊，替他死去了吧，他已经死了，助手死了吗？不是他死了，我替他这夺舍去，我那是没经验，转世那怎么着？我替他这跟你当助手，哦，给我当助手啊，讲那树怎么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对。也行，反正你要不行，我也行。你琢磨呀，我找着这助手，这100万我白搭。对，你也我找着助手，我这挣钱我挣来了。对对，一人50，对呀，行不行？行，你跟我去。哎，你拿50，我拿50。行，你50，我是99,950块钱，对吧？你是50，你就给我50块钱。我一直说呀，50吗？给你50吗？不，100万。
刀切账，你刀切偏了。对呀、啊，切偏了。拿着切的，听说你不是欠一笔二百？我削下去点儿，拿二八勺的。这行不行？不行，您要说一人一半啊，切中间，一人五十万，五十万，我五十万人民币，啊、你五十万泰铢，可以吧？我不会赚那玩意儿，我就我也要中间。越南盾，哎呀，这都也人民币行吧？一人你给吗？一人五十万人民币，那咱俩晚上一块儿去。那我就跟你一块儿去，没问题。我喝着，我这几天我耽误几场演出。哎呀，这能挣多少钱啊？对啊，对，没问题。行，那咱就是去吧、但是咱不能直接去啊，在这儿我教会了你，到那儿咱表演。你不能让人到时候一看，哎，这俩人好，什么都没准备好呢就来，对不对？这不合适。哦，咱这我还得跟你一块儿。都准备好了，这个资料啊、学习的认知啊、这程度都准备熟透了，咱俩去给人表演去，然后挣没钱。哦，好不好？教我那行你啊，我教给你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是我从别的人那儿学来的。哦，就是传承。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那你是怎么学来的？我是给人家当儿子学的。你先别美。怎么了？咱俩这么些年关系，就咱俩这关系啊？我能让你当孙子吗？对。我还得当儿子呀。你得当，你得当。那不学了，怎么不学了？不学，怎么不学了？啊，我学一这个，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别说，什么玩意儿？我再说一遍。学一这个，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给我当一辈子儿子，美死你！我吃着亏呢。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啊！给我当一辈子儿子，我张九南，我在外边，我拼命挣，拼命挣，拼命挣。你在家里头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爸爸要四个全家桶，我让你吃穷了，知道？让你吃穷了。就这一会儿，交完了，到那边演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一人五十万人民币，咱各不相欠，明白了吗？哦，到了演给他讲完了，咱就拿钱就走了，拿完钱各不相欠。以后你要是乐意，逢年过节你拎着二斤茶叶，拎着稻香村点下来爸爸家看爸爸，那是你的孝心。你要不乐意，走在大街你看我，你都不搭理我，无所谓，我不挑你理儿。如果说咱俩走在窄胡同面对面，实在躲不开了，你要乐意你就叫一声，你叫爸爸，你干嘛去？我洗澡去。我们说相声去。先抄我一个去哈、啊。咱们是表演，不是说伦理，好不好？你不要跟那反气口似的，行不行？什么节目啊？咱现在开始来，我怎么教的怎么教给你啊？这棵树最早在咱们中国境内也有一棵，原来是中国地大物博，有这么一棵树，最早在这个黑龙江、新疆、云南三省交界处，中间啊有这么一棵树，光有树干，这几个地方能交到一块儿吗？山东、河南、河北，哎，那差不多。交界处有这么一个父子爷俩，一对父子爷俩。有天下地去干农活，捧地去，走着走着，这个儿子发现道旁有这么一棵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就问他爸，他爸是老学究啊，把这道理苍苍苍苍给他儿子一说，他儿子就明白了。你明白了吗？明白。儿子明白了。对，我明白什么了？道理就明白了，光有树干没有树叶，明白了。咱现在开始表演，咱俩扮演这个父子爷俩，就来这爷俩，父子爷俩。我来这爸爸，你来这儿子。啊，那这就开始拿这个手绢，包一包头，包头啊，包头，干嘛包头啊？干嘛还呼和浩特呢？干嘛包头呀、啊？包头啊，能包头。老老年间的太阳特别的晒，特别的晒，特别热，包一包头是防止啊这个太阳把这个脑门啊晒爆裂了。他把脑门晒爆裂。对，他把脑门晒爆裂了。勒上一圈，对呀、啊，他把脑门伸到上面呢，上面已然爆裂了。不管他了，箍着呢，你也得包，我也。废话，爸爸包儿子不包要造反呀、啊！打出生时候都给你包上了。我也跟你这么包了。那可不呗，你们一这玩意儿使劲一扎，好家伙，音量都上去了。跟小富似的。这不比 SK2 管用，提拉紧致，对不对，小宝贝儿们？要是德云女孩从那儿来，我一人给拉一回啊！我管让你们年轻。啊，拉完之后，宋奶奶脸跟老太太似的。我这宝
有多窄，你的绑那么厚，你的跟家门不幸似的，跟你爸爸死了似的。给他爸出殡的时候，看你都谁出殡的时候啊？你说上帝，上帝里去埋一个儿子。给他爸爸出殡的时候，问他爸，他爸怎么敲棺材板告诉他呀？摩斯密码。你说你不是锄地去干农活？锄病锄地，锄地干农活，旁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对不对？明白了吗？啊？来这个，拿这个扇子，拿这个扇子啊！这好比是，躺地的那个锄头，干农活那个农具。哦，锄禾，我这知道什么？啊，那怎么？男多女用，男多女用。打幡啊，是怎么的？那就都还是出殡，那就都是右边，都是右边，都搁这边，明白了吗？行，开始啊，嗯，站好了啊，哎。咱这抬棺材呢是吗？我看你准备好没有？我这等你半天了，您不说话。正式开始啊！哎，前面有几句唱，还得唱，值钱就值钱在唱上了。哦，咱们开始啊！好，今天木有事了。丢人怎么丢人了？什么玩意儿这唱的？怎么了呀？我唱的怎么了？什么玩意儿这个味儿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处不得这味儿吗？带着口音呢，表演吗？你这什么词儿？这今天没有事儿啊，今天不就得这味儿啊？明白了吗？你笑什么呀？太切了呀！就山东、河南、河北叫山五饶安那一带，切着点知道吗？到国外他能听懂啊？听都听不懂，表演出来，但是有翻译器，现在知道吗？Today is nothing， 明白了吗？今天没有事儿。Today is nothing， 啊，明白吗？就这味儿啊！你笑什么呀？我你是随着我，你山东、河南、河北的人，你尝尝你爸爸的口音，你能造反呀你？不造反，人不嫌儿不嫌不丑，狗不嫌家贫，口音就是胎里带的。我不管这味儿，你也得这味儿，我也这味儿。废话，咱俩一块儿的，这山东饶安的，你不得这么唱来吗？哦、唱中文版啊，你别唱英文。今天木有事了，听他这味儿跟要死似的。今天没有事儿哟。我看谁在拍。看来我这比你正宗。合着我没事儿，你也没事儿。那咱就歇着。歇个屁歇！你得唱二一句。你不能唱我这句，你得唱二句。前去跑跑地儿溜，你没事儿，我跑地去。我谁？我你爹。我这么大岁了，我倒想干活，我干得动吗？你棒子小伙子，你不干活谁干活啊？啊？不是，那我唱什么？前去旁旁地儿溜，明白了吗？我就唱这词儿，你就得干活，你扮的小子，你不干活谁干活？唱，哎，天，别忙，打头来呀、啊。哦，今天木有事儿溜，前去旁旁地儿溜。青出于蓝而胜于黑呀、啊。来。下去跑跑地儿溜，哎，天天的，
天天的没有爱好就是锄地，对吧？从早干到晚，对吧？要不干我就干你，我让你看你一直锄地呀、啊。那家地方还多着呢。多着也不能，这时候得唱第四句了。什么呀？干进入主题了。什么词？进入主题了啊！怎么唱知道吗？啊！瞧见树木有印儿了，发现了，这就看见了，发现了，知道吗？我这么快就看见了，进入主题了。哦，接下来还有四句白口，念白，有念白，还有动作，这个动作要一致。什么样？我比划一下啊。瞧见了树木有印儿了，放下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我胖子的地头戳起了锄，嗯，不用锄。这嗯是什么意思？闪一眼落在板上，就这玩意儿还有板有眼呢，直线的节奏知道吗？呦呦，这种感觉明白了吗？到国外你得这手，国外不喜欢那个 rap 那个范儿吗？到国外明白了吗？我没去到国外，到国外你就不能真的有这 rap 的范儿，前去的胖胖的日溜打着的当，对对对，感觉明白了吗？照这个是按你这个来，现在先来这个传统的，到国外人就翻译器知道吗？哦，得翻译成，明白了吧？哦，开始吧。瞧你这样，对对对，来瞧，别跑，从头来。今天木有事儿了，一会儿打后背。前去爬爬地儿了，来在了地头上。瞧见了树木有叶儿了。一出二出两三出，我趴在了地头戳着出，嗯，不用出。我说头一回还真齐。我说我的儿子，这回我就不用担心到那儿演不好了。我说我的儿子，我们俩就这么齐，正对。我说我的儿子，回来呀，我就在那儿先打板儿演去。你要死啊你啊！我说你要死，我这都快喊缺氧了。你还跟喊山呢？我喊你跟人勾勾搭搭干什么呢？你，我说带他去一块儿去旅游去。有五十万就想包小蜜了，是不是？不是，我叫你呢，叫你呢。叫谁？我叫你啊。叫什么？我的儿子。那我呢？你得答应，废话，叫人得答应，还得答应，答应。哎，哎，你没看人家笑话你了吗？没笑我，人说我这好。好什么呀？爸爸说话这个味儿，拿起儿子，儿子说：“嘿，老北京。”你让观众一听这，不像亲生的。你得哪儿就亲生的了？山东、河南、河北口音 A 怎么说？那边 A 怎么说？是哇，这么答应，明白了吗？哇，那边叫谁都这么答应，小张哇，小李哇，拿起儿子哇，明白了吗？哦，答应哇，答应完不算完，还怎么？你还得卖拍卖拍。就表示作为我儿子一种无上荣耀，知道吗？你得一拍胸脯，横打鼻梁。那你爹呀，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娘的黑黑黑黑黑的儿子娘。就这句。哦，答应完了，答应完了，还得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叫我那个啊，那你爹呀，那不是，那不是你的儿子，那爹呀，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娘黑黑黑。五十万挣不挣了？挣啊！得不得了吗？就来这个，乐不乐意？啊，乐！大有人在。啊，那这，我的儿子，娃、哎，啊，那你爹呀、啊？娃，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家黑黑黑的儿子呀！从头来。从头来，你叫我叫你干嘛呀？木有事儿了。下去跑。地头上，啊，瞧见了树木有叶儿了，放下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趴在了地头戳起了锄，嗯，不用锄。我说我的儿子，哇，啊，男的爹呀，哇，这时候没一个人答应，只有我叫爹，他们满盘答应。男的儿子，妈，你叫你的爹，做什么事啊？我抽你我，你说我叫什么？我揪你头发！哎呀呀呀呀！好、啊，你打我
上来你就打我呀？上来地方来个 Q， 还快救我东北呀？爸爸把四周都包起来，人往中间喝我。人家门闹门的都晒包里了，刚搁那揪一会儿，跟谁削的呀？你我这还没教你，那瘦的吗？没有，你就打我。我教会了你，甭说五十，你不得歇死我呀？忍不住，我没揪疼你，你逆子，不孝啊！把我一把屎一把尿喂你大呀！我该死了，浪你得问呀、啊，我问。你得问啊，那你救吗？我是什么问什么？那你救吗？你得问哪的爸爸？那该说什么？木有印儿。等会儿。怎么？刚才不是叫爹吗？这回怎么爸爸了？刚才打我没有？打爹爹不高兴，叫爸爸哄哄爹。叫爸爸显得亲呀、啊，爸比高兴，汤汤汤汤，一五一十都告诉你了。哦，明白了吗？行吧，明白了吧？好吧，来叫。谁、啊、叫我、问呀。咱的爸爸。哇！别忙，打头来。今天木有事儿了。叫完了，打头来。下去跑跑地儿了。来到了地头上，哦。小江树木有印儿哟，爹知道被孩子吓死啊！发现了春，一春二春两三春，爬到了地头，这小春啊，我有春。我说我的儿子，哇，男的是你爹的爸爸呀！你怎么打地呢？没有，打地毯，地毯反射打这人姑娘了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是吧？哎，你占便宜是不是？什么叫你是我爹的爸爸？你没占，什么叫你是我爹的爸爸？你不是让我说你我是你爹爸爸？什么我是你爹，我是你爷爷不就得了吗？讨厌点的，你叫这话，你这说了就让我说爹，还有我一爸爸，这就糊涂了，太多了，这脑子里一共不超过仨字，这就糊涂了。这你老变，这爹跟爸爸转换不清呗。啊，最后一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说不错，从头到尾咱就来一遍，明白了吗？那你亲爸爸，那个瘦子吗？不用认，走你了，又改亲爸爸，亲爸爸你出不了错，明白了吗？仨字亲爸爸出不了错，亲爸爸，你再试试，那你亲爸爸，哇，别忙，打头来，今天木有事儿了，下去跑跑地儿哟，来到了地头上，可哼哟。找江树没有叶儿溜，八角春一春二春两三春，爬到了地头戳尖春啊，不用春。我说我的儿子，哇，男的爹呀，啊，男的亲，男的亲爸爸，哎对，男不是你的儿子，男的儿子，你叫爹，什么事啊？我问你那个树怎么没有印儿呢？你问那棵树啊？就那棵树。就那棵树怎么没有印儿？对呀、啊。你是个傻小子呀？怎么呢？那不是电线杆子吗？电线杆子。别唱了。没钱了。这拖拉机都给人大哥吓着了，拖拉机，大哥第一次来跟你们过来，哦，不知道什么，这听见还有这规矩，跟拖拉机一样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哦，昨儿你生日，我得让你们请你吃蛋糕，谢谢、哦，生日请我吃蛋糕，希望你们天天过生日啊！谢谢各位啊！刚才这段这个叫树莓印啊。传统的段子占便宜啊！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这没什么意思。下回我是你爸爸，以后不演这个节目了啊！啊，班长跟各位聊聊天啊，上次介绍一下张九南还有高九成是啊，这个反复介绍，生怕观众朋友们忘了我们是谁，因为尤其是老观众肯定都熟悉了，能看出来啊，就有时候老观众就这个树莓印这个段子应该演了，就不是我们演，因为其实我演这个段子很少。
啊，熟悉的吃了面子有了。熟悉我的观众知道我演这个段子真的很少啊，但是其他演员演这个段子很多，我感觉这很多观众都听腻了。不一定。那头牌这真的，你没看到啊？头牌这姑娘，啊、一边跳。终于翻场了，终于翻场了，终于翻场了。听腻了啊，就是。所以来说，这个演员啊，有时候要在传统的节目当中找寻新的点哦，给大伙儿眼前一新的感觉、哎、啊，您说是不是？ 是，你看，对，哎，是吧？啊，您谁说话了？介绍一下张九南还有高九啊、哎，很多观众不熟悉我们，对吧？哎，这几个大哥都第一次来，对不对？头一回，也是第一次来，觉得怎么样啊？好就行，是不是啊？那人说话了，我该说话机会，感觉这几个大哥挺勉强的。你看，头一回人都忍胜，我要没看错，应该是属于富豪那一类。哎，那你是没看错，没看错吧？不是富豪，就是属于那公司领导那一类。怎么呢？做的倍儿派。哦，你看这姑娘们怎么做呀？翘着二郎腿。姑娘翘二郎腿。姑娘有好多翘二郎腿的吗？仔细看那大长腿，一个个。姑娘可不翘二郎腿吗？姑娘哪有这么翘腿的？哎呀，翘二郎腿。啊？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不也叫二郎腿吗？对不对？这叫盘蛇。对，这大哥做倍儿有派。我们这是八仙桌，这什么？这叫什么椅子？学名？八仙桌太师椅子。是，其实这也不是太师椅，应该有俩那个扶手，对不对？太师儿子椅。没有这个。啊，那大哥就大哥做倍儿有派，一个手一个靠着桌子吗？那旁边有个桌子，还不架吗？如果没猜错，后边是您小弟吧？感觉呢？笑，后边一哥们哈哈哈哈，这只会笑，带着哥们来的啊，带着哥们来的，觉得挺好，是不是？有还来吗？来，真的，来，服务员把名单票先收一下。希望大伙能常来听相声。对，经济上升，浊气下降。什么聊什么呢，姑娘们？啊？明天没票了哦，明天没票了，是不是？确实，咱们现在德云社非常的火遍全后边，哎呦妈呀，仨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喂，二楼本来就黑，你看那个跟丧尸似的在那站着。现在这个我们德云社确实就是全中国八九家小剧场吧，每一剧场的票都不好抢。对，一个今儿上午10点开票嘛，瞬间就空了。开的是下周的票，瞬间就空了，票特别不好抢啊。其实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如果您要是有票来到德云社剧场呢，我们肯定是用哥几个最大的努力啊，把您开心。要是抢不到票的话呢，改乱码了啊。谢谢各位吧啊，跟聊会儿天吧，时间也不早了，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吗？有，哎，那举扇子这个啊，你说，就是从那个哈尔滨那场分合完开始，你有没有觉得高老师越来越坏了？就去年还是一个忠厚长者呢，今年就变这样了。不让我老那样是吧？这个得让揪他。好不容易逮着一机会，我揪他一回。不，我觉得这个挺好，还没让你们拍着是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挺好的，顺应时代嘛。其实我师哥一直是一个挺稳重的这么一个捧哏演员，他这是属于啊传统，很传统那种捧哏演员。你要说传统这些功力啊，传统这些捧哏的技巧啊，他都有，他也都会。传统段他听的不比任何人少，但是唯他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说我跟你，我是那种进攻性的捧哏，对吧？我这逗哏的说一句，打架啊，逗哏的说一句，上演员四门功课，脱鞋上炕。捧哏的，你有病，你疯了，你脱鞋上炕，拿鞋子打死你。现在话太多了，现在外边很多业余的捧哏演员比这儿居多啊。然后德云社一员就说：“你说谁了？你们感觉是吧？”啊，对吧？他不是那种人，他是非常安静的，但是不好够。但是安静的也不好，为什么？你比方说逗哏的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脱鞋上炕，别说了，不对，说学逗唱也感觉也差点。所以这个情绪呢太高了，观众听着累；太低了呢，观众觉得没什么意思。他也是在找这个情绪当中。反正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好。现在观众跟过去的观众不一样，对，喜欢的点不一样，对，越来越疯狗啊，反正也挺好的。我开始咬人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哎哎，我哎什么哎，什么东西您说？
跳楼不行不行不行啊！我说了，不是，我以为二楼的姑娘跳了啊，有什么问题？你出去呗。去了，他就解释那树怎么回事。您去哪个国家呀？美哦哦，行行行，一路平安啊。他签完了也不管你出不出去。对对对。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后边，哎，您说。给谁烧点东西啊？我26岁，给我烧点什么东西？我不是，不要，什么问题？给谁烧点东西？给你脸上有点东西。我脸上有点东西。啊！我脸上那 AK-47 呢？这玩意儿，这不有点儿呢啊？现在姑娘们都开始拿这个土味情话撩演员，是不是？好家伙，一个个真狗土味情话，土味情话，对不对？什么？这是扇子，这是醒子，这是福子，这是我的儿子，就是举一反三，就这个。谁大夫这么说的？这是啊，反正说这是儿子，这是醒子。不是，怎么说？你会吗？这是一把扇子啊，这是一把扇子。你是我的儿子，这是一把扇子，这是一把扇子，我是你的老子。还给来上下句儿，讨厌不讨厌啊？啊，行，你看，快死了吧？嗯。你老憋着继承我的遗产，有点。啊，还有什么？你看他越来越疯，我就越来越不搭理他，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还不上嘴儿。还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时候演打戏？哎呦，我们是相声，不是相扑。哪有打戏？这是非得今天这个段子，其实就也算这叫再沾点打。姑娘，您是不是喜欢看泰拳什么的？听我的，打开电视，河南卫视《武林风》啊。没少看呀，高老师脑子有点轻嘛。是这样。下回我就找那你看九零的呀。你去对不对？哥俩明儿都回来。他比他本身他也高，他揪他也顺手。对，他那次给我把腿削一块，就我就比他矮了啊，顺手的。还给他这挖一坑。相声呢，还是以语言技巧为准。是说，你说，你看老先生，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郭荣启这些老先生，你看人哪有那么大身手？哪有带打的？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马三立的黄鹤楼，打那么一下两下；马三立的夸住宅，王凤山打过一次。再也没有，而且都是符合人物情理、故事情节当中。对，观众说这段就必须打，打了也合情合理，也好听，也好玩，有包袱。你这闲来没事就为让各就为让姑娘看着树俩，姑娘那就动物园俩猴薅毛也一样，对不对？相声还是以语言为基础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哎，来，啊，景熙怎么调侃你吗？是吗？怎么调侃我呀？他可以拿命说相声。他是拿头说相声的。怎么了？他断头台吗？他这是你不知道啊，一会儿给你讲。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俩大第一次来的大哥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您他你不是不行，你不行，你们准备一个问题。第一次来绝对有一个问题啊。让他们先想想，先想想。这姑娘还有问题是不是？您说，什么时候开专场？这个问题解释了。他问侯先生。谁问侯先生了？拿扇子，拿扇子的大哥是吧？没有，我从来没问过。侯先生有人问，他可能原来问过啊。这个开专场，觉得还是实力啊，各方面都不到，继续努力吧。等你到我们师傅，我们先生郭德纲先生，绝对是一个喜欢徒弟、培养徒弟的这么一个人。培养人才。只要徒弟到了，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我是相声教育家。凡是我师傅真的是跟着我师傅好好学的，没有不好的，还真是，只有你自己不好好学。哎，你就看这实话，你看这些现在德云社成名的角儿，岳云鹏、张云雷、张鹤伦、烧饼、孟鹤堂，这算几个？哎，嘘，心里知道就得，别往外喊。这些角儿都是德云社的角儿吧？那角儿，哎，你说哪个不是师傅教出来的？有哪个也不是半路来到德云社后来火的吧？对不对？从外边火了进来的，都是师傅教出来的吧？对，从这儿打小学。只有你不好好学，没有师傅不好好教你。而且等你到那个，而且咱说实话，可能资质平平，天赋一般，
等到了那地方，师傅不会不捧你的，给你开张奖，这都是顺水到渠成的事儿。只是觉得现在还不够那个火候，再慢慢努力吧。等到那天，自然而然也就来了。也是一猴一栓头、啊。对，再说了，有没有专场，我觉得也一样。我觉得反正在哪说相声，我现在对我来说，真的是，反正我觉得现在在哪说相声，我都挺感慨的。只要是在德云社的舞台上，就高兴。因为你琢磨，我俩礼拜反正就演一新的，专场无非也是几个新的嘛，对不对？用心尽力对待每一场演出，这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你看，这就糊弄过去了吧，对不对？来，有请第一次观众的问题。来，谁呀、啊？我谁呀、啊？哎，做设备的。主持人包袱再来。哎呀，张九南啊，记住了吗，大哥？我感觉你玩我呢。来，希望您常来吧，希望您常来，行吧？是，就我问问您，是这一桌来，还是就是真是哥俩来的？一桌来的，一桌。咱吃个饭吧，一会儿。没呢。行吗？行。没听明白，你们俩没聊到一块儿。你说咱吃个饭吧，他说没呢。您是不是以为我问您吃饭没有啊？啊，你要没吃，咱一块儿吃，行吗？好。这儿这几个大哥嫂子什么的，你们几个商量一下谁花钱啊？那用五张呗。行，希望您常来啊。还有什么问题吗？什么东西？读私信啊，读私信，今儿明儿吧，行吗？今儿没准备啊。还有什么问题？张九南，哎，怎么啦？你是薛之谦的粉丝吗？其实我不算粉丝，反正觉得薛之谦老师的歌很好听。哎呦，还有一个，不来了，不来了，来一个，来一个。其实台下的观众就。还真没有底线啊！我这啊，好，就他那个，我想揪你的头。我别唱了，太疼了，太疼了，是你想揪我的头发去啊？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想说听说别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注定自己难过。不唱了，没唱了，接着龙。就这歌啊，就这歌啊。我就记着后边的，我想听你的歌。有时间给你们弹个吉他吧，啊，行，啊，行，今儿没时间啊。还有什么问题吗？高老师，不会，就是唱别的，唱别的。别的，都点了呢，那你唱吧。什么东西？说谁瘦过吃点？你真是个妈妈粉啊！我跟你说吧，孩子再胖也不嫌胖，好家伙！这个跟那个奶奶家似的，孩子进奶奶家身上是个防药堂，给喂成高脂瓶出来了哈。您唱一个吧。唱一个什么呢？唱一个你想啊？做工啊？做工那对唱的。哎，唱一昨儿后台唱的多好听啊！叫什么来？我忘了。哪个昨儿后台唱的？昨儿后台演完的时候，你跟罗哥你唱那个。哦，那二人转没说呀。那你随便唱吧。嗯，好些日子没唱胆量了，这是。胆量有点短嘛，这唱的哎，这可不短了，老大似的。唱三遍，这姑娘说的好啊。看这个啊。啊。回。回。唱这调门行吗？一块啊。来。回。不该辕门来发笑，回不该玉泽把香儿烧。关公犯罪刘备呀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呀应速去报，就说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头削，一腔热血洒阵儿跑，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忠义好，留下了美儿名，在那万古飘。棒
接下来我给各位来一回正确的唱法啊。好啊，唱的确实好啊，唱确实好。我在家其实我也练着。其实他您下边没少下功夫。我一台下怎么唱都好听，咱台下就跟刘德华一样，知道吗？你唱一个，台上唱的可难听了，不是记不住词儿。台上唱可难，我在家我还真练，嗯，家是真练，天天的我们家周围住二层，住二层天天练，叫玩命喊，家里买一套整套的这 KTV 设备。练对着话家里改歌厅了，对呀，都不练也不是吧，反正那个粉灯什么的都有。灯有什么用啊，你天天就练，练玩命唱，什么都唱，得什么唱什么，给街坊邻居都过来了啊，喊街坊邻居过来，九男九男唱真好听，唱真好听，唱真好听，不好听不好听，不好听还唱。